心合一地专务祈祷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，全部早安。今天我们纪念荣福同正玛利亚教会之母。那这个是在1964年，我们教会开在那时候有这个第二次大公会议，有我们那时候的教宗是保禄六世，在1964年11月21号，他就定了圣母玛利亚为教会之母，要每一个教会我们要纪念圣母，整个的教会来纪念圣母他扮演的这个特别的角色，陪伴着我们，像一位母亲陪伴着孩子们一样。我们祈求在天上的我们的母亲继续带领陪伴着我们整个的教会。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仁慈的圣父，你的唯一圣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曾选立自己的母亲童贞玛利亚做我们的母亲，求你借他母爱般的助佑，恩赐你的教会子女日益增多，并使教会因他子女的圣德而欢欣踊跃，好能吸引万民投入他的怀抱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恭读《宗徒大事录》。耶稣升天以后，宗徒们从橄榄山回到了耶路撒冷。这山离耶路撒冷不远，有一安息日的路程，约1公里。他们进了城，上了他们所居住的那座楼房，在那里有伯铎、若望、雅各、安德、腓里、多莫、路茂、马窦、阿尔斐的儿子雅各、热诚者西满和雅各的兄弟犹达，这些人和几位妇女，以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他的兄弟，都同心合意地祈祷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天主之城，请听，人们曾提及你的光荣事迹。天主之城，请听，人们曾提及你的光荣事迹。西庸的基础建于圣山，上主喜爱西庸的门庭胜过雅各所有的帐篷。天主之城，请听，人们曾提及你的光荣事迹。天主之城，请听，人们曾提及你的光荣事迹。天主之城，请听，人们曾提及你的光荣事迹。提到西庸，他要被尊称为母亲，因为人人都在他那里诞生。
天主之城，请听，人们曾提及你的光荣事迹。至高者要亲自使它坚定，上主要在万民户籍簿上登记，这些人都是在那里出生。人们结队歌舞高唱，你是我们的生命之源，我们的家乡。天主之城，请听，人们曾提及你的光荣事迹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童真玛利亚，你真有福气，上主由你诞生，荣福教会之母，你以你圣子耶稣基督的神温暖了我们的心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门。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在耶稣的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亲和他的母亲的姐妹，还有克洛巴的妻子玛丽和玛丽德莲。耶稣看见母亲，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母亲说：“母亲，他是你的儿子。”然后又对那门徒说：“这是你的母亲。”从那时起，那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们两个礼拜前，我们庆祝母亲节。在庆祝母亲节，一首歌我们唱的是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。世上只有妈妈好。我们要问每一个人，在你生命中，谁是最好的？没有其他的，一定会说是我妈，是我妈。我记得，如果我们要去耶路撒冷，在圣墓，耶稣圣墓，在格尔哥达上面的，我们会看到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的位置有一个洞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是耶稣的十字架所立的地方。在这十字架的左边有耶稣的母亲，在右边有他所爱的肉望。那这个就让我们想起今天的福音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，耶稣把他的母亲交给肉望，也把肉望也是交托给圣母。那这个叫说肉望，就代表我们这个的教会接受了母亲，接受了玛利亚成为母亲。这个是在圣母，在圣母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做了这样的交代。以后如果我们继续，我们往西永山，在那边有一个教堂叫做圣母安眠堂。圣母安眠堂在地下的地下室，地下的一个教堂，一个圣堂。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圣母是睡觉，但是在一个墙壁我们可以看到圣母跟其他的门徒在哪里。那圣母是陪伴着这些门徒们，当耶稣离开了他们，有一个母亲，有圣母玛利亚陪伴着整个的门徒们
那当这个的教会出诞生的时候，就是圣神降临的时候，母亲也在，圣母也在。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圣母玛利亚她就是这个团体的里面的扮演的一个角色，是妈妈的角色，陪伴着这些孩子们。所以保禄六世他也应该看到这个，看到我们这个的教会也需要有一位母亲，或是扮演母亲的角色，陪伴我们这个的教那、这个陪伴这个的教会的一个角色。但他不只是扮演这个角色，他本来真的就是我们这个教会的母亲，从教会一开始一直陪伴着这个的教会，一直到现在。那他陪伴的方式我们可以看也很多很多，圣母显现，这个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。圣母显现的时候，就是在我们这个的教会需要母亲需要妈妈在给我们力量的时候，他就出现。他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他一直在我们身边，一直陪伴着我们，不会让我们像孤儿一样。所以保禄六世在1964年他就定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圣荣福玛利亚教会之母。我们有母亲在，我们可能会面对有很多在我们眼前的一些的挑战，但是我们不要害怕，只要有妈妈在，我们不会害怕。妈妈就是我们的力量，妈妈就是我们的勇气，有妈妈在，我们不怕面对在我们眼前的所有的挑战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一起奉献给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生命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恩师亲爱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求赐我们操见及明达之神，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教会领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旅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赞美人类之后玛利亚，原来我们母亲玛利亚，领我们到基督的真光，他如明星闪耀在天上。玛利亚是满被神宠着，我们旅途上的扶持者，成为我们天主的母亲，她一生爱慕主。万福万福万福玛利亚，万福万福万福玛利亚。赞美人类之后玛利亚，仰赖我们母亲玛利亚，领我们到基督的真光，他如明星闪耀在天上。玛利亚是满被神宠着，我们旅途上的扶持者，成为我们天主的母亲，